臭小子又来洞房，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人呢？在楼上。伯爷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定离手，马定离手啊！快快快！马定离手。程安伯荣霞究竟是不是当今圣上的私生子？一两起重，过时不候了啊！快快快啊！赶紧下注啊！程安伯荣霞是不是圣上的私生子？赶紧下注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啊！住口！事关皇族，岂是你等可以随意议论？私设赌局的。哟，这是哪儿来的小白脸？不知道这片是爷爷我罩着的吗？本朝虽不禁赌，但也由不得你们如此荒唐胡闹。哼，要说你那大道理，滚回家去，莫扰了咱们寻快活。就是，滚回家去。就是，滚回去，滚回去吧。对，本郡主的人你也敢骂？小的有眼无珠，竟然不知道郡主和伯爷大驾光临。刚才几句玩笑话，郡主切莫动怒啊。我都听见了，你刚才说程安伯是小白脸。我这一身黑肉底，那是羡慕程安伯的肤色，才言辞不当的。废话少说。赌桌上的事情，还是按赌桌的方式来解决。若我赢了，你将这赌桌给我撤了去。往后再让我听到你们说程安伯的闲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那若郡主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你们赌什么我再也不过问。他身上的银子全由你们拿去分了，怎么样？嗯，花花，这些不过是容母的私事，不必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输的。哎，压大压小，买定离手，赶紧的啊，快点快点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小的油盐不识泰山，郡主，您还是不要摇这把骰子了，给小的留条生路吧。那这赌桌撤，小的这就撤，以后再也不敢拿程安伯做赌了。哎，想不到画画还有这般本事啊。嗯，许久未练，我的技艺啊还生疏了。姐夫，你这个小瞧我姐了，曾经她可是名满京城的女赌神，闻风丧胆鬼见愁啊。很横，就皮痒是不是？我说没说过不许再赌了？这次不怪我，是周长香。嗯，人呢？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？记得。赌桌之事，十赌九输。给我听好了啊，这摇骰子和过日子是一样的，不能太较真儿。输一点儿就想着怎么翻盘，怎么讨公道，忘了几时进几时退，那就会输得一塌糊涂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你自己回去吧，我送程安伯回家。这，你又住程安伯家，这不好吧？我揍你啊！好了，焕焕，走吧。焕焕，谢谢你。是在你对恒帝所说的话，其实是对我说的吧？有这么明显吗？不过画画说的对，人生做赌，十赌何止九输，我早该朝前看了。你呀，知道就好，不枉我一片苦心。此生有你，柔某之幸。其实这么一想，皇上要你我在大月宫成亲，的确是想补偿你，只不过流言四起，朝堂定会生出许多风波。有容猛在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便是。走吧。
回府。哎，怎么又是我送你回府啊？因为如梦若是离了画画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